摇滚天王伍佰一身精心装扮，背着吉他大唱经典歌曲。伍佰这回二度登上台北流行音乐中心，带来自编自导自演耗时三年打造的成功之路摇滚歌剧。伍佰一人分饰三角，其中以开场的反派光魔王最吸睛，并带领独立音乐人詹永安等人呈现150分钟的华丽视听飨宴，带您来一块欣赏。你是我的花朵，赞赞赞，我要保护高一点，一路都唱赞。伍佰成功之路摇滚歌剧从27号开始，一连两个周末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加演6场。透过26位演员和舞者的现场演出，伴随伍佰和 China Blue 乐团的 Live 演奏，全剧共演唱26首伍佰创作歌曲，让每位观众借由3小时6幕的演出，欣赏一场具有丰富剧情的演唱会。